好意思，只要我按得够快。来了，他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汤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电影恐怖游戏，这一款游戏叫做《弗兰克斯通的阴影》。那么这款游戏呢是黑象级制作组的新品啊，并且是以《黎明杀机》世界观为背景的恐怖游戏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恐怖游戏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。我们先开始今天游戏吧 ，Let's go。然后这款游戏这边好像还有一些难度选择，观察者、逃生者跟献祭者。这个游戏什么意思？让我们直接往死里走吗？那么现在这款游戏只是一个 demo 试玩，然后正式版的话要到9月4号才可以玩吧。那么我们先来玩个观察者试试水好了，我怕太难过不去，完蛋了。为了寻找他，我牺牲了一切。故事里的世界在几百年前向我低语，拥有永恒之力，财思无限，贪得无厌，恶灵幻境近在咫尺，却让人触不可及。直到我找到了他，弗兰克斯通，我的种子选手，我的杀手。我是奥古斯汀·利伯尔，我将永远改变我们的世界。这什么视角啊？什么？这是狗的视角还是什么野兽的视角？我去，一上来就这样子搞吗？看上去好大一只哦！哦，我们的目标。哎，原来我是他的宠物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是不是？他在做面具，他就是那个杀手吧？我感觉他就是弗兰克斯通哎。他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古神嘴里的杀手。你看他拿着面具就进去了，里面有个婴儿在哭。吓死人！亮证件就亮证件，吓人啊！您就是这里看门的师傅吧？是我。您自己？这么大一片地方？啊不，我有帮手。那他们人呢？在巡逻？这会儿
梅林应该自己去找乐子了。梅林，我宝贝儿，是一条杜宾犬，我最最忠诚的好朋友，我相信他会对我永远忠诚，我绝对不会怀疑他的。哦，那个狗，那个狗就是刚才那个视角的狗，但是它明显主人不是它，坏了，这狗自己跑了，它都不知道吗？问一下好了，关心。所以你和那只狗，梅林，梅林，你俩负责整个厂区的安保。我懂，我懂，人太少，但我俩一直以来完成得很出色呀。尽管我不知道他今晚究竟去哪儿了，可能被我吓跑了。把他吓跑？你真是太逗了。我是托马斯·杰弗逊·霍尔特，叫我汤姆。山姆·格林警长，你不是库西奇的手下对吧？我现在是被借调给库西奇警长的，作为调查期间的帮手，希望能够尽快查明真相。哦，是调查失踪男孩的事吗？说的对。哦，可能就是刚才那边有那个婴儿在哭，那小男孩吧，应该就是他在喝酒啊。来问一下，你喝酒了，汤姆？就喝了一点儿，他都晕了。小说完通常就该睡觉了吧？有这个习惯吗？习惯？哦不，没有。这更像一种药物，需要时才会喝。多久喝一回？你为这事儿来的？因为一位老兵需要点医学干预，就要为难他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有个孩子失踪了。我们在这里每浪费一分，他的危险就会多一分。他肯定没在这儿，他要在炼钢厂周围一英里内，我闭着眼都能找到。你怎么这么确定呢？你怎么这么确定呢？不会是你这医学干预有什么副作用？你这也过分了吧。抱歉，我也很想帮忙，可是我不知道还能说啥。你自己可以随意转转。谢谢汤姆，我想我会去的。山姆应该是主角吧，不要等我一上来就死掉了。乐意为您效劳。我先要自己去调查一下。这么大一片空场，我这怎么找啊？我的妈呀，不知道这一座给我的感觉好阴暗呐，它整个色调非常的暗。感觉有恐怖谷的感觉。哇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是不是我开始了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这种游戏可以这么动呢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玩呢？我勒个豆！他不是主打一个电影互动式游戏吗？它里面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互动吗？好吧，坏了，那这样一来，游戏性质可能就变了。随处看看好了，哪里有路我们就去哪里先。一扇开着的窗户，我可以从这儿进去。哦，我怎么听到里面有东西啊？刚才大家有没有听见一些声音？可以上吗？可以攀爬，我去。咦，有老鼠，我的天哪！这里面还挺亮的，小菜一碟。寻找失踪的那个小孩，所以我要去找那个房子就对了。走，我有印象哎。这都是数字，这是应该是编号吧。
看应该材料编号，我们进这扇门去看一看呢。这边有份笔记可以看一下，晚班哦，这是值班表，调了道金寺和司通的夜班，三个班组只有一半人手，有些同事不得不加班，告诉前面的蓝普金暂时没人能上夜班了。这是其中一位加班的人留下来的一段话。这边可以走吗？这有个门呢，那边好像没路了，是不是？走，这门还开不开？也就是说真正的路可能不在这儿呢。这还可以看啊，拉，喂，员工人事档案，机械师，他有犯罪记录，袭击和抢劫，然后被提前释放了，为什么呢？哦，他在这个医生的推荐下获得这份工作，不然以他这种，我估计不好进公司呢。可不可以不要让我操作了呢？你能不能自己那个玩呢？我只负责，我只负责看就好了。这还可以奔跑？警察，不会有追逐战吧？什么鬼啊！我还是先不跑了吧，不急呢。这里可以走吗？好像也就这一条路了。哇！在这么安静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搞一些东西哦。这扇门应该是可以走的。我的天哪，什么声音？谁在那儿？好像有声音哦，是吧？是有声音哦，像是在吃东西的声音。咦，好恶心啊！闻着像尸体，坏了，不会吧？感觉不在这里面，我是不是要上楼上去啊？还是说这边能走啊？怎么关键时候？嘿，格林，应该是格林警官。好的。你有看到梅林吗？没有，抱歉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你没有文件吗？嗅觉好像有点失灵了。打仗的时候，战壕里放的芥子毒气，当时距离太近，就吸到了。这算不算因祸得福呢？得找找从哪儿来的这股味儿，闻起来像什么？不是好味儿。走吧，我们继续探一探好了。被他吓一跳，我感觉是不是他那只狗变异了，在吃人啊？你看，果然啊！哇！你在这儿，宝贝儿。你真是让我一通好找，宝贝儿。回来，宝贝儿。啊，他妈的！你们俩要是能事先好好认识一下，就没事了。他妈的！这什么？这人的心脏吗？这是你给他放的？不是。看来是有其他人想要拴住你好兄弟的心了，那得拴位。那是不可能的，梅林和我绝佳拍档，谁能有那大本事让我的爱犬背叛我？那是什么？
法兰克福香肠吗？耳朵。你看看这个吧，这家伙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小男孩的吗？没有办法证明。不，这应该是年纪大点的，像是青少年。这是丢出萝卜带出泥呀。最近你有没有听说还有其他的失踪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谁会了解这些事？很多人会留意。好了，现在知道那只狗在吃人了，好像应该是有人在喂给它，因为刚才这个主人跟它说话它都不搭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一些放一些什么这些雕像嘛，这些小玩意儿，这是什么东西之类的，可能我们需要找一找，也许能打开。什么声音？我怎么感觉他要献祭了？等会儿他直接动画就死在我脸上。一般来说这种剧情是这样的吧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？篦子啊。干嘛用的？应该是冶炼炉上的吧。你也不确定吧？我也不怎么到厂子里面来。嗯，找个东西撬开这个。好，找一找看一看啊，他能不能帮我找找呢？这些门应该都进不去，我们直接在外面找找。看这些箱子附近的东西。哎，这边可以爬哎。哦，我好像看到里面有一些撬棍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它。还可以保存后使用，然后我还要翻过去。天哪！来吧，去把这撬开。往后退。连按。哎，我硬拉呀，他也不知道搭把手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，靠！那好吧，你拿着它，用我车里的无线电呼叫总部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觉得那个男孩在下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感觉是，而且感觉很不好。嘿，我还需要你帮我拿着这个，要保证交到警长手里。哦，天哪，我不知道。现在确实得来点提神醒脑的。安抚一下啊。不对，他说提神醒脑是不是还要喝点酒啊？我让他清醒。你最好能保持头脑清醒一点。你这又扯哪儿去了？我是认真的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。那更得喝点酒来壮壮胆了。听着，如果有不好的事发生，不管你喝不喝酒，它都会发生。你决定让自己像个男人一样面对这些，还是像个醉汉逃避？这该怎么选择很明显，是吧？
我可指着你了，汤姆·霍特。他怎么一瞬间酒就醒了的感觉？坏了，我选择相信他。这边是个分支点啊，我感觉我们山姆警官要拜拜了。不是吧，我去，这地方好阴间啊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帽子都掉了，完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下面有东西，这什么？妈的，哦，我的帽子，算了，帽子已经浸湿了，不要拿了。这边是可以走了吗？奇怪的符号，有人在演练场在弄一些仪式吗？等等，我先往这边去看看啊。这边应该进不去吧？果然。那我们直接往那边下去好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有脚步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还开不了枪，这枪只是摆设吗？好了，这些地方我都不会再去了，我直接哪里有路走哪里了，这些地方都进不去，反正一定是这里了。这应该，哎呦，里面有尸体。那是什么？人的骨架。我去，这地方真恶心。你也知道真恶心啊，是不是要趴过去啊？这地儿也太挤了。越来越烂了呢，这怎么地方？我应该是要走这里面。对，果然，那边是死路。哦呦！我的天哪！玩个游戏，不要让我按这种东西好吗？要上去了，要长按。那个小男孩在上面，摇篮，靠！坡道，梯子，走坡道吧，坡道安全点。哦，不对，梯子那边是不是有人啊？刚才哪里有人来着？走梯子吧，走梯子吧。刚才那坡道是不是有人呐？不好意思，只要我按得够快。来了，他来了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对准目标，使用那个打你拳。我打你拳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靠！我去！帅，超人啊，他简直就是。试玩结束了，我感觉这个游戏怎么它还就其实这个 demo 是不是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走，就是说我选择不相信那个叫谁来着，那个 Tom， 不相信我自己不相信那个 Tom 那个保安大叔，或者说我在就是选择梯子跟坡的时候我选择坡道，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发现那个屠夫，然后直接开枪把他打死。然后这款游戏的话，他就没有写到宇宙维度的故事，与多个角色开启单人游戏旅程，所以主角不只是一个，有非常多个主角。沙发合作，我们还可以一到四位好友一起进行游戏哦。我感觉这个游戏出了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可以单人录一版，然后跟好朋友四个人一起来玩多人游戏。豪华版的话可以解锁一些额外的内容哦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游戏呢。好像这款游戏跟黎明杀机也是有一定的联动的。好的朋友们，那么大家如果看了这款游戏的 demo 试玩的话感觉还不错，想看我玩正式版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点赞给我个三连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